同花顺产品被破解，年费8万元，产品8000卖，非法获利3万余元被判刑。9月23日消息，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涉计算机软件侵犯著作权罪知识产权案件。案件查明，2015年至2019年，被告玉某未经同花顺许可，使用旺旺昵称为祝福诚信店的账号，向旺旺昵称为 W99777 的卖家吴某低价购买破解后的金融大师、财富先锋等同花顺收费软件，其中金融大师的进价为1980元每季度，财富先锋的进价为268元每月。法院认为，被告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计算机软件，其行为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归案后，被告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予以从轻处罚。